标之中的，他们就是我的目标，我一定要超越他们。虽然我做不到，至少我把距离拉近了。这个星期又轮到女生们一较高低，七位朋友将向40高楼马拉松比赛挑战。表现好的朋友不但能顺利闯入下一关，还有机会争夺 Keep Fit 王的荣衔。人见人爱 Keep Fit 王，不看你一眼都难。哇，你们两位哦，果然是很敬业的主持人呢，海报穿成这个样子，连拍摄哦也穿得那么性感。佩服佩服哦！这不叫性感，这叫健康美，懂不懂？懂啊，懂不懂？杰米，你说我跟你讲啊，我站在你旁边哦，我觉得很丢脸呢，因为哦，他是 Miss Singapore Universe。哎呀，小孩了，小孩了，我怕你们着凉啊！哎，着凉，我跟你说哈，林森很冷啊，林森很冷，为什么呢？你怎么看他很冷哦？为什么呢？你看他的 Hit Light。我们今天不是故意穿成这样来吓你的，而是有原因的。是的，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进行水上活动，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定要脱掉、脱掉、脱掉、脱掉。哇，很性感的这个节目。OK 了，好了，我看。哎呀，OK， 来，你们来尽情的去脱掉吧。走。为什么？在水中也能进行有氧操，由于水的浮力作用，身体部分的负担自然变轻，活动也变得更自由。不会游泳的朋友也可以参与。水中活动可以保持身体温度，提升新陈代谢功能，这和在陆地上做有氧操又有什么不同感受呢？这堂课是水上 aerobic， 那上一次我们有做过 land aerobic， 这个比较吃力，因为有很多 resistance， 在水上的 resistance 就是像前后的那个动作，还有跑的动作，跟陆上真的是不同。你在地上，你在水上跑一个钟头，等于在陆上跑5个钟头。有点战战兢兢，不懂。有一些动作想要去尝试，但是又不敢做，因为我怕会沉下去。就是因为这样子，可能比较担心，所以又没有之前没有做warm up，所以我的脚就 cramp 了。然后 cramp 本来起初是脚趾，一只脚 cramp 而已。过后变成2只脚，然后我就不能动。一直以来都没有去游泳池游泳，还是练习游泳、学游泳，所以会有一点恐惧感，说在水里面不能够活动自如，会觉得很像很 restricted， 很控制住这样。没有这样女性化啦，但很滑稽啊动作。老实讲 ，I don't feel it， 我不会觉得很累哦，很喘，但是很好玩的 ，something 新鲜哦。那个努的那个很难 balance 哦，因为可能 I'm too light for the 努的。其实不难上手，只是在水里面，可能是因为我体重不是很重，所以会有一点被在飘的感觉，不能控制住我的身体在水中运动这样。本身不喜欢游泳，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身材，所以呢，不大喜欢下水游泳。以前我去游泳的时候是尽量好像一脱完衣服，换完衣服换泳裤的时候就直接下水，然后尽量待在水里面不要出来。可是现在经过了几个星期，好像重了一点，然后身材胖了一点，所以觉得比较有信心，然后就不用那么躲躲藏藏这样。人长得有一点高大嘛，比较胖，脚比较粗嘛，比较难看，所以就是为了买这种泳衣裙子的遮住那些不怎么好看的地方。瘦的 Marilyn 呢，你们看过了啦，胖的你们还没有是不是？所以你们就这样看吧。这是大家第一次在水中坦诚相对，男生们大胆秀出身材，哪几位仁兄又让女生们大饱眼福呢？ Terence 吧， Terence 看不出，哎， actually 我以为他很瘦，原来 at least 有6厘哦。Edmund 真帅，可惜他嫁了。Miss Universe， 怎么样？我们这个 Aqua Aerobics 好不好玩？第一次玩，对不对？对，我是第一次尝试 Aqua Aerobics， 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喘呢。但是好在它不是好像你在外面你做 Aerobics 时候流汗要整身黏黏，对吗？对对，在水里不会嘞。Aqua Aerobics 对你来说，给最困难的是哪一个动作？困难呐、我刚刚不是站在那个 noodle 上面哦，然后很难活着的嘞，你要找到平衡点。如果你找不到，很容易就是会往后跌，然后就往前这样倒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那个很高难度了。可是你做得很好嘞，因为我的平衡很好吗？OK。其实啊，今天呢，我们叫你上节目呢，除了要尝试这个 Aqua Aerobic， 更重要就是为我们的参赛者打气。Hello， 哎，我不要这么吹了。伟杰是比较胖的，然后我要 keep fit 之后。就变成这样啦，可以吗？我
觉得 keep fit 不只是因为身材要好看的，自己健康也好，对吗？对。好，所以你们加油 ，OK？ 谢谢。加油！来来，我们去玩。看来大家还闹不够，还想把两位主持人拉下水，可是大家别自讨苦吃了，青海可是武林高手，怎么能斗得过他呢？经过一个月的练习哦，然后会觉得自己已经 fit 多了，比较有stamina， 跑步比较可以跑比较久了，跑 treadmill， 然后手力也渐渐的有一点进步，就不像第一次做那个 chin up 的时候直接就掉下来了。我觉得我的肚子是消了一点点，不过还要继续的努力，整个身体比较吞的了，就比较有一点 muscle。自己观察到，就是当我体重提升了以后，我发觉我的肌肉也比较结实一点，没有像以前这么软，然后软绵绵的。我的成绩就是，我觉得我的脸变尖，身材变好，胸部变大，肚子变扁，屁股变翘。其实运动不是种压力啦，可是呢。每天哦，五天哦，一个礼拜五天要看到我的 exercise body 哦，是一种压力咯。因为哦，如果没有 meet 他哦，他就会打 Feliz， 你有没有 exercise？ 今天有没有skipping rope 50次？健雅虚是一种压力，运动不是压力。Feliz， Feliz， 他整天控制我的食量，他就一直说。不可以吃了，不可以吃了，你吃很多了，不给我吃饭，就一直讲说吃水果，你只能吃水果，整天就叫我吃水果而已，所以我就希望说我这里肚子呢可以再小下去 ，then like 我第一集所讲的，我希望中间会有一条线，我希望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告诉你们，一般大家都非常注重主要肌肉群的锻炼，比如胸部、背部，还有手臂部分的肌肉。其实呢，其他部位的肌肉也很重要，也同样的不可忽略。你们知道是哪个部位的肌肉吗？我知道，是臀部。臀部。大腿。臀部在哪里？这边。说一下你的臀部啦。有 OK。OK。大腿。大腿还有。然后还有腹肌，对不对？对不对？对。连我还懂说你的腹肌很好。还行啊。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锻炼到这样每每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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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 了，我这边献丑一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秘诀啦。我现在要示范的这个运动呢，对你的直面就是整个正面的这个肌肉很有帮助。OK， 这样 ，OK。我们要大家看一下。OK， 看够了没有？一般上很多人会弯上来 ，OK， 他们其实是借用那个顺境，没有真正的锻炼到你的腹肌的肌肉。真正的锻炼腹肌的肌肉呢，你的头必须直，你整个背必须直，上的时候凸起。现在我示范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斜面的斜腹肌肌肉啊。然后下的时候你们尽量控制，不要让脚跟动到这个地板。基本上这边是最难去除的，对不对？对。所以你们做这个 stacking 很简单的。OK， 初学者至少要hold 12分钟。十二初学者啦，没有十二秒到30秒，对不起，我受不了，有没有？2、3、4、5，不用这样久啦，我在示范给你们看而已。9、10，OK，差不多。然后注意一点啊，你的手臂必须是一条线下的，你手臂不能这样。这样你基本上就用到你的那个肩膀上的力量，而且很容易伤到你自己的背部肌肉。好 ，OK，inner abs 哦，一样也是桥式的，不过是正面桥。基本上这样趴住哦，两个手臂这样，不要太大，跟你说的一样，然后把肚子锁紧。熟练基本动作之后，便可以开始利用器材加重腹肌的阻力训练，以达到更加的效果，拥有和青海一样健美的腹肌。这个器材呢，其实对你的斜腹肌很有帮助。OK， 尽量不要用其他身体部位的力量，尽量把那个集中力放在你的腰部，然后就这样做。其实健身房的训练方式其实是主要是针对你要的一些部位的一些个别肌肉的训练而已。所以我是觉得说均匀的运动方式会比较好啦。你每天做 bench press 也不行吗？我跟你做 bench press， 哇，做了一年后，可能你的 chest 比女人还要大哎。青海鼓励大家花70%的训练时间在阻力训练方面。
其他的时间就通过有氧操为六力腹肌努力。臀部、大腿和腹肌属于小群肌肉，局部的有氧操就能通过重复的小动作达到燃烧脂肪的效果。这和大家想象中的有多辛苦呢？做不到一分钟我就全身一直出汗，我会觉得非常吃力，我会觉得全身一直在抖，然后你就会一直觉得很酸，就连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这样的感觉。我们在蹲下去的时候会觉得双脚会比大腿会比较紧，然后在那个我们在弯的时候，因为我们比较难转身，所以会比较辛苦一点。我平时呢比较怕做我下半身的运动，尤其是当有一些运动需要用到把你的脚提起来的时候，比如说 yoga 啊，还有这些 apps 方面的运动，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刚才那些运动的时候，我真的差点真的放弃，尤其是刚才你看到教练在后面，我们在做那个apps 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注意我的 posture， 我知道我的 posture 已经有点错了，可是我就是没办法把它移到我要的正确的位置。所以刚才他一放我就掉下去，他一放我就跌倒。这些可能算是比较高难度的，如果用那些 machine 开始可能会比较容易，然后用久之后比较觉得比较舒服之后才换去做这种。哎， Alan 想放弃了，感觉上今天好像真的老了，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打篮球啊乒乓之类，这些其实是基本功来的，今天好像觉得就是说做完腿部做腹肌的时候觉得那个腿部的肌肉已经紧到根本就不能专心做腹部，没有大动作，全部都是很集中在你的那个肌肉上面，所以要加点练习，不然真的是觉得越来越老了。全部都是下半身的那个运动，然后这脚也在抖，屁股也在抖， 手举起来的时候也看到手在那边抖。现在虽然是瘦了，可是我还是在努力当中，趁这个机会上多一点这些课程，那尽量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那应该是可以越来越 fit。 人见人爱 keep fit 王，挑战输了没得玩。比赛肯定好玩又富有挑战性，大家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准备呢？好啊，很好。那今天的成绩最不理想的朋友呢，就会被淘汰出局了。那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大发芽的主屋区，我们来到这里要进行什么样的挑战呢？大家即将向本地最高的政府主屋挑战，女生们得在最短的时间内一口气爬上40高楼，靠和无限的意志力绝对不简单哦。男生们又觉得谁会无法成功呢？苏宁啊，因为我觉得苏宁的那个意志力比较薄弱，连他的就是训练也是比较松散一点。其他的队员，女生的队员，他们都跟我说，他们一起去 training 的时候训练，他会比较不会去跟他们参与，他的身形也比较瘦小，所以在爬楼梯方面呢，可能他会站比较。比较不优势了，因为他的脚比较短嘛。猜两个就是苏宁或者 Catherine， 可是看到上个星期的那个 challenge， Catherine 好像进步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次苏宁的机会比较小一点。Catherine 虽然会是比较弱，可是苏宁我觉得他没有那个冲劲。苏宁他的表现会这几期也是没有什么进展到。苏宁会出去，因为他 from 他的 teammate 他们是讲他比较意志力比较弱一点，所以我是觉得是苏宁。可是他是永不言败哦。我还没有，结果也是败了。因为这个比赛不单单只是要靠体力跟靠我们的耐力是非常重要的，意志力很重要。对，意志力，因为在训练当中，在 keep fit 的一路程，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毅力。哦，10楼还 OK， 现在是40层楼，有一点问题。开始，40高楼马拉松开始了。七位朋友经过抽签的方法，以20秒的隔距时间陆续出发。听说他们之前都没有来这里试试看哦。我们一般女生全都没有来训练，因为我们女生就觉得说训练会让自己更多压力。女孩子来讲的体力比较会弱一点，因为我住11楼嘛，说有自己在家爬家里的那种楼梯哦。可是大到第5楼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很喘。我去爬我家对面的20层楼，至少我自己对得起自己。我觉得今天表现最好应该是 Cat 吧，因为她体力是最好，然后她最有 stamina。嗯，大家已经顺利爬过6楼了，速度还算快。可是气喘喘的 Amanda 并不知道，在她后面的 Yashi 脸色开始变起来，还上气不接下气的。上去之前，我喝了很多汽水，
然后我就在路途中我就一直想要吐了，所以我就不想上去。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男生在十五楼一直支持我，尤其是 Edmund， 他就在十五楼的时候翘着他的屁股，然后就在那边一直打他自己的屁股鼓励我上去。我要去死啊！哦，舒琳也开始慢了下来，他能撑得下去吗？在后面的 Felix 又如何激发自己勇敢地往上爬呢？我就是告诉我自己记得要呼吸呼吸，然后告诉自己上面有冰淇淋我想吃，毕竟已经有一个月了，所以感情蛮融洽的，所以当我越过他们的时候我想了很多东西啊，会有点emotional。在上一回的挑战赛中叫人另眼相看的 Catherine 这个时候开始慢了下来，也被后面的 Ellie 追上了，看来情况有点不妙，她能不能迎头赶上呢？哎，不到最后一秒钟谁都不知道结果如何。来帮我 set， 来用手力，加油，手力，对，用手力，脚没力的时候用手 Always distribution。加油，开心，快点，用手力，最前面那个人，快点，对，还在不远呢，也没那么远呢，加油，要用力，手都没有力了，啊，手都没有力了，走走走，你是要吸嘞，来，快点，快点，有点距离了，快点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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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林，加油，加油，用手，用手，用手拉，哭啊哭。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时间来出来去 gym， 所以我上课的时候我就比较认真一点。参加比赛当然要认真了，四十高楼共有600多个阶梯，只要稍微放松就可能会失败。看来大家都非常认真对待这一次的挑战，这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继续加油吧。这个时候呢你这样很累的嘞，啊，加油啊，你加油啊，慢慢来，慢慢来。 Catherine 这时是越爬越吃力了，可是他的体力还好，看来还可以撑下去。大家已经爬过一半的路程了，这个时候多数人都会开始感觉呼吸困难，双脚开始疼痛，放弃的机会很高，所以这也是最考耐力的阶段。哇哦，这群女生们的意志力果然坚强，根本没有人想要放弃，就连 Felix 和舒琳也要想尽办法往上爬，好像要死掉这样。等一下，本来是应该是拉着人林爬，然后就变成贞子在爬那个楼梯上去这样。啊，舒琳为了挑战成功连形象也不管了，真是具备永不言败的精神。而 Ellie 已经越过 Catherine 好几楼了， Catherine 虽然也没有停下来，可是却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能力。其实爬到25楼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放弃，因为我不可以再上了，然后来我听到有些人跟我讲说 Catherine 加油加油，就让我又有那种力量。总算是来到30楼了，可是大家都不敢怠慢，继续往上爬。 Cat 更是快马加鞭，然而满脸疲惫的鸭绪看来已经不行了，随时都会停下来。想要完成这项挑战，爬楼的技巧也很重要，一定要拉住楼梯的扶手尽量往上拉，这样爬起来才会更容易，不然就会很痛苦了。觉得太虚拧了，on大腿就很想一度想说整个人趴在地上坐下去，很累很累，几乎想放弃。我最后一次看那个号码的时候是到了34楼，我就想 OK 最后6楼了，就拼了，就拼到最后一层楼，就倒在最后就倒在地上，就是真的很累很累。 Cat 从一开始就保持水准，他应该对成绩很满意吧。我对刚才的表现其实是蛮满意的啦，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更快的，我就觉得说 OK 我再上去三多三楼，再上去多三楼，我就一直跟自己讲多三楼多三楼，不知不觉的就爬到上面去了。可是到了上面我就真的是躺住了，不行了。我觉得我今天的表现真的很好，因为不管说时间还是最后是赢还是输，最重要的是我赢了我自己，我爬到40楼了。雅许说的对，这是一项挑战自我的比赛。 Andy 也有同样的感受，只要尽力就已经是打了一场胜战。凭今天的表现虽然是不是很好啊，也对自己不是很满意，可是希望自己还是能够留在比赛里面。
难得七位朋友都没有半途而废，顺利爬上40楼，成绩应该非常接近。鸭旭爬上终点后马上倒地不起，脸色也不好，让人不禁担心起来，他会有事吗？ Catherine 也感觉痛苦，到底他们之间谁会被淘汰，不能继续比赛呢？鸭旭的情况不但没有改善，还开始呕吐起来，让大家都手忙脚乱。幸亏后来他慢慢恢复起来，真是让人捏了一把冷汗。好，我们的40楼终极马拉松比赛终于结束了，现在呢是公布成绩的时候了。我很紧张，然后